双喷就好了吧。哎，这个车气也够长了。蓝色。过来很好，冲啊！哇，又按错，哦哟，完蛋，又按错，没事。蓝色，还蛮快的，其实。这弯弹射完就可以直接开 ECU 了。ECU。冲啊！四九，哇，还延迟了一下。新纪录！如果预算不足，是不是抽冰魄就已经很香了？没错，冰魄已经很香了，可以只抽冰魄或天行者啊，都不错。就这样。不用被演算法攻击。看一下，一二三，哇，多了，再平开一个氮气。Nice。新纪录，中国城也太难跑了吧！这图比想这么难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两个弹射没出，好伤。哇，右拖，这边弹射好像出不来嘞。很爽，哇，太神了！该拖的总是会拖啊！哎呀，炸开！看来主播没有跑这个图的天赋，这比中国城难吗？没有。
W 忘记平转了，点不过。Oh my god！ 第二圈这个出弯速度怎么过 ？WCWW。啊！天哪！来，点一下停滞。嚯嚯嚯嚯！一二三四五，哦哟，不行了。角度没办法弹啊，尴尬，可以了啦，给大家展示了这车根本不是人可以控的。像那些记录跑法跑出来的东西，它每一个弯转过去的那个转向根本不是一般人能转的。哎呀！求稳！噔噔噔！金机甲喷焰真好看，有追光的感觉啊！这车真的很帅啊，它那个直走真的很夸张。看一下，你们不觉得这车直走真的很帅吗？那个直走。他那个重新放一个氮气之后，氮气长度可以叠到14秒。我看一下这样子多长，从这边开始算，哦，15秒6，然后这边氮气是接上去的，15秒6，到这里29.3，13.7秒。然后我还需要双杀放掉，不然的话这里会变氮气眼区。